出发。好，慢，转弯慢，慢，转弯先慢，对，然后转过来以后，如果你要发劲的时候，再发劲，对，打，给他，给他，给他，你要控制他想要去哪个方向，你要自己控制他方向，不是转弯就放给他，发劲，再发劲，再给他，再给他。走了，你要发劲也可以发劲冲出去了，如果你要发劲出去也可以，对对，直走直走，道路驾驶到大马路上跑步发劲，要大马路上跑步发劲，再发劲，直走。要等红绿灯哦，我们现在也是马路驾驶哦，到前面。对，现在红灯，对不对？好，等红，等红灯停着，拉停，等红灯。步跑步发劲，没车，有车，好慢慢慢慢要右转了，好，从这条路转进去哦，走到路中间再转弯。对，转进去，入中间。对，好。鹅肉了，走，直走。下次再骑马来吃鹅肉。今天没有要吃鹅肉。今天我们要去哪边？好，乡间小路一直走，无意识比领头带队走。哎，有卡车。在干嘛？我们先漫步看观察一下，漫步观察一下他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左边，来这边，对，骑到这边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继续的，我在后面。好。我们到 Seven 来哦。好、哦，你要去买东西吗？啊，要不要？好 ，OK。这摆完兵了，拉过来，拉停，拉停，对，带回来，带回来，对，好，走走走走走这边。你在吃冰哦，好吃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感想？舒舒服服的散步吃冰哦。
你问哥哥会热吗？哥哥不会热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会热。好，那我们回去了哦。很舒服吧，威斯比？怎么样啊？好，去啊！吃东西。哦，不要放本野马吃东西，走，过去。对，交给他。对。在湖边散步呢，威斯比，骑着流星哦。很漂亮哦。玩冰，湖上逛完街了，我们准备回城了。走，跑步发劲。啊，红灯，红灯要怎么办？红灯了，红灯了。要等红绿灯，对不对？要等吧，马要走绿灯吗？在线那边等啊，过去一点，再前进一点。马不用等红灯哦，会不会被车撞啊？哦，红灯，走，直走。那你就左手拉一下，交给他。左手拉一下，交给他。后面有车，你快点。再发劲，再发劲，对，给他，给他，手不要乱晃，帅哦，跑步发劲啊，发劲哦！一发劲冲回家，手不要乱晃。怎么了？